苏提达王后无疑是大气端庄的典范，当她身着一袭紫色泰式礼服出现在众人面前时，仿佛整个世界都为之惊艳。那紫色的礼服如梦幻般的云彩轻轻包裹着她的身姿，每一处褶皱都流淌着优雅的韵味。她的美丽不仅仅体现在华丽的服饰上，更在于她由内而外散发的气质。她的眼神中透着从容与淡定，微笑中饱含着亲和力与温暖。她举手投足间都展现出王后的风范，高贵而不失亲和，典雅而不失灵动。在泰国的历史长河中，或许有过许多王后，但苏提达以她独特的魅力，当之无愧地成为人们心中泰国最美的王后。